农家子弟出身的杨县长，在云门舞集总监林怀民的热情邀请下，当场通过新传骏马插秧桥段的初选，预计将会亲自与云门舞集二同台演出。去年创下30,000人参与盛况的云门舞集二助县活动，今年更掀起了热潮，共计有60所的学校和乡镇争取云门二前往演出，因此今年也将创下在10月26号到11月9号2个礼拜之内进行32场演出及活动的最高纪录。真欢喜当来高雄，希望大家来喊云门二来做对。云门舞集的啊，这个团演哈啊，这个舞蹈者到高雄县来2个礼拜，深入社区，深入学校哈、啊。那在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地方，跟包括我们老师的演习，好、啊，那还有很多场演出，好、啊，那我想我这个是非常高兴的、啊。这个我想对整个高雄县，那整个高雄县民都非常期待。整个云门二助县活动都是免费入场，只有部分的场次需要锁票，相关的资讯也将请有兴趣的民众上网到 www.kcc.gov.tw 查询。